第304集。这时迁坟的事情啊，就迫在眉睫。我想找庄上的人迁坟，可风水先生说不可，还说由于金蝉穴的风水太奇异，最能阴尸成煞。那坟头上冒着隐隐黑气，是坟墓里透出的尸气，里面恐怕已经有了僵尸了，而且还是少见的凶尸。如果不懂的人迁坟，万一动了尸气，僵尸就会跳起伤人，到时候迁坟之人就会有危险。我当时让风水先生想办法，风水先生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当年有个师弟姓杨，因为脸上有麻子，大家都叫他杨麻子，家住在上村，你可以找他帮忙，带上符咒工具来对付这个凶尸。老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是风水先生让我来找您的，所以我这一路打听着就来了。你说的那个风水先生叫什么名字？哦，叫方德清，在外游历十几年，今年刚回来不久。那是我师兄，真是天意，我都十几年没有听到师兄的消息了，想不到今天能听到师兄的消息，真是太好了。我听麻子大爷提到师兄，心里就有点好奇，我可从来没有听麻子大爷说过，于是就赶紧问麻子大爷是怎么回事。麻子大爷陷入了沉思，好半天才说，这件事说起来话长了，当年我和师兄摆在师父门下，师父当年把自己的东西倾囊相授，那个时候我还小，还不知道师父教给我们的那些本领有多大用，所以就没有用心学。而师兄则不同，他学东西有一股子牛劲儿，干什么都要弄明白，所以呢，师父非常喜欢教他。后来师父去世，我们师兄弟就回了家，我跟着你爷爷种了地，而我师兄则很快成了有名的风水先生。在那一片啊，风光得很，他有时候带上我走街串巷，吃香的喝辣的。可惜后来解放了，说这些都是迷信。师父由于有名气，算是代表人物，就成了帮助和改造对象，不许再给社会看风水。其实那时候移风易俗，就是看也没有谁会信。师兄脾气耿直，容易得罪人，别人打击报复就经常让他陪着地主批斗。在三生产队之前，一生气离家出走，从此鸟无音讯。真想不到今天能再次听到师兄的消息，我这心里高兴得砰砰乱跳啊。田大贵一听赶紧说，这样一说实在是太好了，那老哥您就看在您师兄的面子上，就帮我这个忙，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去吧。您师兄他老人家的伤，我可是一点都没有敢怠慢啊。麻子大爷点点头说，不用你说我也得去。接着转身对我说，小东啊，你赶紧回去跟你爹娘说一声，就说跟着我出门。我一听当时就高兴地答应了，刚要往外跑，这时麻子大爷叫住我说，小东啊，这些烟酒你拿回去给你爹一半，好吃的你也拿回去一半给涵涵吃，你田大叔给咱们的东西啊
咱就不退回去了。田大贵听到这里赶紧说，哎呀，杨老哥，您看您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这点小意思本来就是孝敬老哥的，等完事之后我一定多买。说着话，把酒烟和点心分出一半让我抱着回家。我回家的时候路过小草碾，遇到一群闲聊的人。这时我看了看，有二嫂和三叔家的大妞他们。我和这个大妞啊，有点说不清的关系。虽然大妞长得怪好看的，也好几次赶着我示好，但我内心深处啊，对她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感。走在路上，即使碰头都不说一句话。二嫂老远的就说，哎呀，那不是小东吗？小东，你弄这么多东西干啥呀？是不是看上俺妹妹大妞了？这是准备东西找媒人提亲呀。你要是看上大妞了，提亲的事情包在二嫂的身上，我给你做媒人，你把东西啊搬到俺家就行了。二嫂这个玩笑说得我脸通红，我都不敢看二嫂和大妞了，赶紧低着头走了。这时二嫂又嚷道，小东，走错方向了，我家在西边，你这个小男人送猪头都找不到庙门。二嫂这么一说呀，那帮老娘们儿也在那里跟着起哄，我只能低着头加快脚步往前走了。就在经过二嫂他们跟前的时候，一包点心掉在地上。这时大妞在那里说道，小东，你的东西掉了。我赶紧头也不回地说道，不要了，给你们吃了。这时二嫂接过话茬说，哎呀，你们两个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啊。那个小东啊，这包点心我们可吃了，等你说亲的时候啊，二嫂一定跟你和大妮儿说和。我和二怪不一样，一提到媳妇二怪迷失自我，而我一提到媳妇就脸上发烧。那些婶子大娘开玩笑还有分寸，但嫂子们开玩笑可没有下限。平常你要不小心看到他们掀着衣服喂孩子，他们不但不害羞，还会来一句，小叔子，你瞅啥？想吃你就过来。这样的玩笑无伤大雅，哥哥们啊也不敢吃嫂子的醋。二嫂在那里带头开着玩笑，我不敢停留了，抱着东西迈着小细腿赶紧小步地往前跑。后面传来了一阵大笑声，二嫂看见我的窘态，笑得胸脯乱颤，而他家的小崽子则在那里盯着胸脯嚷着要吃奶。小草碾现在已然成了是非之地呀，幸好我拐进我家的胡同，这回听不到他们的笑声。看着怀里抱着的东西，心想我爹见了肯定得高兴。刚到门口就正好遇见了涵涵，小丫头看见我一个人抱着一大包的东西，直接大叫了一声，哥，你哪来那么多东西啊？我笑着说，嘿嘿，是咱大爷给的，你想吃什么自己拿。对了，咱爹还在家吗？涵涵赶紧伸手拿了一些好吃的，正要说话了，就听见我爹在屋里大声地说道，小东，你个小兔崽子，整天的不着家，明天跟我到食堂砸石头去，我让你小子受一下罪，让你小子不好好念书。我爹就是这个脾气，对我不想学的事情啊，现在还耿耿于怀呢，只要喝一点酒就要吵上我一顿。我自知理亏，平常的时候看见不对劲儿就往外跑，如果晚上看我爹喝多了，我就赶紧的去麻子大爷家睡觉。不过现在心情好得不得了，不怕我爹再说什么了，因为我有我爹最喜欢的酒和烟。抱着东西到了屋里，看着我爹正在桌子跟前喝着地瓜烧呢，我直接走过去把烟和酒往桌子上一放。我爹一看是兰陵特曲和带过滤嘴的香烟，当时就愣住了，愣了一会儿说，小兔崽子，这烟酒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爹的眼里啊，只有烟酒，那些他不喜欢吃的点心，直接来了一个自动省略。我看到我爹吃惊的样子，就自豪地说：“哼，麻子大爷给我的。”麻子大爷，俺二哥怎么舍得买这么多东西给你？嗯，是一个开两头忙小车的大胖子给的，我只是拿回来了一半，麻子大爷还自己留了一半呢。开两头忙？哦，那可是轿车呀，除了有钱的，就是当大官的。二哥家没有这样的阔亲戚呀。我看到我爹疑问，就把事情说了一遍。我爹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呀，那你小子还不赶紧去，以后跟着你大爷学点本事，争取多弄点好酒给我喝。你老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弄个大酒缸，喝的时候啊，直接到酒缸里舀。”爹，我可听人说了，喝多了酒不好。屁，谁说的不好？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喝酒消愁，还不是为了你小子发愁啊。你看你小子，不好好上学，整天吊儿郎当的，等以后啊，说娶不着媳妇丢人现眼，人家就得看你爹我的二行。第305集。爹，我知道了，您慢慢的喝，我去找一下东西。说完之后，我就到了里屋床底下，掏出了伏魔带和那把峨眉刺。看到峨眉刺，我又想起了我的那把雷公刀，忍不住的一阵伤怀。雷公刀已经没有了，现在再怎么伤怀也没有用了。我看了下伏魔带里，里面有师父给我留下的黑驴蹄子和一个墨斗，这些东西能对付僵尸，也许能用得着呢。我斜背着伏魔带，把峨眉刺放在腰里别着，就准备去麻子大爷家了。临走的时候，我爹还让我好好的跟着麻子大爷学呢，我赶紧答应了。出了大门之后，没有赶走小草撵了，而是绕路去的麻子大爷家。到了麻子大爷家里，看见麻子大爷已经画好了符子，那些符子都是可僵尸的大将军符，朱砂是用白戟研磨画出的，符子看上去鲜亮如血，一张张黄报纸有了朱砂字就显得神秘起来。麻子大爷看我背着伏魔带来了，就高兴地说：“哎呀，你把伏魔带背来了，真是太好了。哎，对了，我记得里面有你刘大爷送的墨斗，是不是？”我点点头说是。伏魔带里的墨斗是刘大爷那次对付长毛僵尸救傻大个之后送给我的礼物，由于我不是木匠，也不用对付僵尸，所以就放在师父留给我的伏魔带里。麻子大爷要来墨斗，把血符子剩下的朱砂倒进墨斗里，等朱砂渗进海绵里，麻子大爷又递给我了。加上朱砂应该是为了让墨斗更加的厉害。麻子大爷又拿上了七星伏魔剑和伏魔衣，这个是有备无患。等都收拾好了，对田大贵说：“可以走了。”田大贵帮着我们把东西拿了出去，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然后让我们上车。我钻进车里啊，在后排坐下。这两头忙轿车的车座子就是不一样，坐上去十分的松软，身子可以直接靠在椅子背上，十分的舒服。比起王乡长的212吉普车，不知道又舒服了多少倍呢。俗话说，骑马坐轿不如睡觉，坐在轿车的座位上，直接就闭上眼睛，舒服的想睡觉。田大贵坐在驾驶位上，汽车发动，几乎听不到声音。我坐在上面东瞅西看，
在众人的羡慕的目光下，顺着大街出了我们庄。桑塔纳轿车上了公路，速度快了起来，跑起路来并不是很颠。我记得坐拖拉机的铁斗子能把人颠晕啊。坐在车上看着两旁的树木，一棵棵的杨树飞快地向后退，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们没有直接去田大贵家里，而是去了店庄县城。那时候我们的县城虽然没有啥高楼，但在我的眼里啊，依然是大城市。在县城的街道上，那些穿着亮丽衣服的人来来去去，和乡下的灰黑色调有着天壤之别。车子去了县人民医院，县医院里啊，几幢灰色的楼房，门口挂着许多科室的牌子。那时候的医生给人的感觉有些亲切和平易近人，不像现在那些高耸入云的医院大楼里的医生，冷冰冰地告诉人们，有病没钱莫进来。到了医院的院子里，麻子大爷显得有些紧张，在那里不停地搓着手，脸上一脸的期待。他这是要见到阔别十几年的师兄了，心里激动得不行了。我们下了轿车，田大贵在前面带路，我们就在后边跟着。到了里面的骨科，我看到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一个个穿着白大褂走来走去，非常羡慕他们的职业。可一到走廊，看着两边的病人，我就开始不羡慕那些医生了。只见病房里的医生一个个的躺在那里，有的腿上缠着白纱布，有的胳膊上缠着白纱布，有的躺在那里腿上还坠着重物，一股强烈的消毒水的味道弥漫。这个地方我一点都不想待。我正到处看着，就听见一间病房里有人大声喊道，我要出院，我要出院，你们这里不是医院，是地狱，是杀人的地方。我说了，我的腿没事儿，你们赶紧让我出院。麻子大爷听到这个声音一下子愣住了，他嘴里喃喃地说道，是师兄的声音，这十几年来他的声音一直没有变。说到这里，麻子大爷忽然大叫一声，师兄，师兄！说着话就冲进了病房，我也跟着冲了进去。到了屋里一看，师傅正和一个老头在那里对眼呢，在老头的旁边还站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那老头一张精瘦的脸，头发胡子花白，那下巴的胡须飘洒在胸前，脸上只有浅浅的几道皱纹，双目炯炯有神，要不是坐在病床上腿上打着石膏，还真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呢。麻子大爷就和那个老头那么对视着，忽然老头叫了声师弟就要起身，当时被穿白大褂的医生给按住了，不让老头起身乱动。这时麻子大爷叫了声师兄，直接跑过去把老头抱住了。我知道眼前的老头就是麻子大爷的师兄方德清。麻子大爷和老头说着话，说话的时候直接就哽咽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麻子大爷动情的哭呢。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麻子大爷见到师兄，这是真性情，是内心的真实表现。而麻子大爷的师兄方德清也是哭得一个老泪纵横啊。两个老头就像是两个孩子，先是哭，后来又是笑。两个人说着思念话语，这时有一个黑胖子走了过来，叫了一声师父。只见这个胖子长得胖胖的，一张大圆脸，看上去有些黑，但和老炮的黑锅底比啊，
还显得白点，一双标准的母猪眼被脸上的肥肉差点遮住，圆疙瘩鼻子，小嘴，薄嘴唇，那脸上肉长满了，就往脖子里出溜，看上去又粗又短，身上也更是胖了。我看到胖子心里非常的羡慕。这时方德清拉过胖子，对胖子说，胖子快叫师叔。胖子当时两只眼睛笑得直接眯成了两条缝儿，在那里亲切地叫了声师叔。方德清拉着黑胖子对麻子大爷说，这个孩子是我在南方游历时捡到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五六岁在野地里游荡，我问他爹娘，他说爹娘都死了，问他不知道姓什么，也不知道叫什么，我看他可怜，我就收养了，跟着我姓方，起名字叫方圆。没想到这个小子跟了我呀，就一个劲儿的发胖，于是我就给他叫胖子。胖子这孩子也许是当年饿怕了，就一个毛病，看见吃的就没有命。麻子大爷和他的师兄方德景见面，两个老头甚是激动。看方德清介绍他的徒弟，麻子大爷也把我喊了过去了。麻子大爷的师兄方德景看见我就笑着说，师弟，咱们十几年都没有见面了，你的这个孩子是徒弟还是？麻子大爷说，小东是我的侄子，也算是和咱们学的一样，他的师父是一个老道，这次出来啊，我主要的是领着他历练一下。哎，对了，他的师父就是黄花观里的李老道，这个你认识的？哦，是那个老道。那个老道挺有本事的，有着一股子侠义心肠，我和他拉过几次管，他的性格孤僻自傲，说自己这一生孤独，我当时还开玩笑让他收个徒弟，他说不收俗人做徒弟，现在怎么随便收徒弟了？我得好好的看看你的侄子有什么奇特之处。说着话仔细地看着我，看了一阵子说道，你这侄子这仔细的一看确实不简单呢，身上隐隐有灵光，他看来是童子转世，而且有本封住的灵气，老道收你侄子必定有渊源，看来这小子的投胎经历可不简单，算是前世的生灵，今世的姻缘呢。